出国必带好物，好不好用看个人。它是一个迷你顺热饮水机，它可以调整你要的温度，然后呢，它就可以顺热的。你买那个名牌包，让这里没有人知道你买过名牌包。一次性的被套、床套，如果当棉被的话，因为我腿蛮长的。日本特制压力袜，走久脚也不会酸，软软的，所以你脚舒服又沉重，自然的被按到那个穴道，所以脚也不会酸。对，即便你另外一只脚啊穿高跟的也不会酸吗？走一下看看，太奇怪了，这个人。好，手机保养品，哎，你帮我想想看，还有什么东西忘了带？哎呀，你什么都不用带，你带上我就好啦。那不会也带上我呢？同学来了，什么都带，什么都不奇怪。好，嘿嘿。出国旅游之前呢，大家都很苦恼，到底要带上什么东西？对，整理行李的时候，那是一门学问。对对，那你会想说，我什么东西都要带，那不可能。所以要写清单啊，就是有什么要带，有什么要带，然后带放进去就划掉。你是会写清单的哦？那我不行，会写清单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不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的啊。有些人可能就是他有个固定 SOP。哦，因为我容易忘记东忘记西啊。哦，而且现在因为手机方便，用备忘录。哎，这个带了就删掉，哦，带了就删掉，就很方便。哎，那其实呢，这个各个国家的人呢，又必备带什么呢？那根据网络统计调查，这边有整理一个网络上大家讨论出来的一个清单。哦，在这边是的。哎，大家通常带的都是一些生活必备品，那有些人的东西就比较奇怪了，像意大利人。香剂啊，不洗澡不洗衣服都没关系，但一定要带体香剂。为什么？对啊，带沐浴乳就好啦。就是你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，但是我们意大利人在意大利的那个天气很热，然后我们意大利人超容易流汗，所以我们可能比较会需要这种东西。我们不水不怎么样，不随便洗澡，还是开始讲意大利文？没有，没有，就是我可以帮你翻。就是你们可能会觉得，真的吗？哎，你帮意大利文，他会翻，真的假的？没有，我只有学过一点点，不能说我翻的很好。你会一点点哦，会一点，我超意外的，你会一点点。跟他聊，讲意大利文，我也超意外的。我相信听你讲你的所谓一点点的意大利文。不好意思，我主要是要帮你翻译，我不是要给你考试。奇怪了，怎么欲予欲求呢？帮忙你，对不对？你还不谢谢我，还要考我，不翻了啦！哎呦，他们就是希望带体香剂就对了。但是我其实也是啊，你也是，你是意大利人，你看起来的确是好像是臭臭的，但其实不会吧？真的，其实不会吧？就是。因为我其实有一个有点洁癖，因为我有点味道癖啊，所以我很怕不好闻味道，我也怕我身上有不好闻的味道，所以我不管是去露营、去工作还是去出国，我都一定会带着体香剂。你工作有放体香剂？有，在我包包里面，我去拿给你。不要！你去了就不要回来了。对了，不行。因为我站在你旁边，我都没有闻过香香的味道。哎呦！好真的闻哎，是香的哎，是香的吗？真的啦。对，英国研究说那个韩国人的基因哈，都不需要那个体香剂，因为我们韩国没有味道。哎，真的吗？韩国都是没有味道的吗？没有味道，真的真的。是吗？对，就是真的没有味道。连制作单位同仁们都说屁啦屁啦，不可能。对啊，话不要讲太满了。真的。好，这哎。那大家要看看啊，其他台湾台湾是带泡面，泡面一定要带啊，一定要啊！而且有些时候到欧美国家，你为了活命，一定要带泡面去。有时候吃一餐很贵，那已经不是贵不贵的问题，不是是吃一整餐没有温度的食物，没有温度，因为有时候只是想要，你有时候只是想要有一碗热热的汤。所以出国一定，我是一定要带泡面，而且我会看我那一次去的时间有多长。不过真的，我理解那个台湾人的心情，因为在国外那个很那个陌生、很没去过的地方吃家乡味，不一样。对，
different。你也才去几天而已。所以呢，我今天有教大家哈，就是泡面杯面要怎么带，因为行李箱已经有限，而且呢，杯面它的那个杯子很就比较软软的，对，不能怕会压坏。对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告诉大家，这个杯子哈，哦，这是韩国，我不是故意找那个韩式泡面哈，各位参考版，不要误解我。反正这个杯面怎么办，都是全部分开拆开分类。对，这个杯子打开，然后呢，把面对不对？把面那个包起来，用夹链袋包，用夹链袋包起来，包起来喽。好，那个密封哈，包起来，然后呢，那里面那个调味料有没有，也是一个另外包装包起来，好厉害哦，包起来，然后呢，包起来，然后呢，杯子怎么办呢？这个盖子也不要丢哦，这个盖子不要丢哈，这个也是叠在一起，叠在一起，对，你要带五个、十个，它不会占空间，而且呢，它不会破掉，但是面会被压碎啊，也会啊。我没有说是什么，我说烂包，没有说，你有没有在想在讲什么？对啊，但那我真的觉得台湾人真的非常特别，比如说我以前也跟一个台湾朋友出国，然后我看我朋友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他就在他的床边这样，就是这样。哦，偷喝水吗？这样干什么？好像偷喝哎，偷喝的感觉。然后每天喝一口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你要不要分一口给我？我说，哎，兄弟，给我喝一口啊。他说，这个，这不是一般的水哦，这个是神明水，胡阿醉了，南宫也胡阿醉了，神明加持，没错。然后我想说，我为什么要这样？他说。你到别的国家，你每一天喝一口，你就水土不服的时候，它会帮助你。哦，好像有听过，就喝一点自己家乡的味道。说到不同地方那个磁场、气场，或是自己所本身所带的会不一样，所以必须要来 balance。这个对啦，有一部分人是蛮相信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你就连过年的时候，尤其是一过完年，然后你只要去那个银行办。手续的时候，他都会送你两个水。他说这个发财水，他都放在那个财神库里面，对放，然后拿过完年以后拿来给你。那请问你拿那个也开心嘛？对，大家拿回去就觉得说，哎，带财，开心下去，对啊，心情就好，对嘛 ？OK，牌子上面写香港一定要带药油，哎，我这个我不带吗？药油我不懂哎，因为是通常是比较老人家会带这个药油，因为闻起来就是你会想起奶奶呀，想起奶奶。如果你要带什么怀念的，突然然后人家想跟你接触，然后闻到想起奶奶啊，好像不用这样子。对啊，你就会永远的单身啊，所以就我不会涂这个，我比蚊子叮死我也不会涂这个药油，所以你不会吗？因为带出去的味道就是会。可是香港有一个那个透明，我突然忘记叫什么名字，一个水啊，那个我都会买回来，香水可以喝也可以擦。对，可以透明，那没有味道啊。这个另外一个也是有味道啊，有吗？比较老的，成熟的味道，长辈的味道，长辈，我是小辈，我是小辈，我突然忘记叫什么名字，双飞人，我听不懂，要去查一下。但是我觉得贾斯汀怎么样？我是说这个香香的油，香香的味道。我上个礼拜我去泰国，然后我们去跳岛的时候非常容易晕船。然后我那个朋友他有带台湾的这个百花油，还有泰国的那个吸鼻子的那个超有用。你说闻得像阿嬷是没错，但是阿嬷不会晕船。阿嬷不会晕船啊。对了，阿嬷是真的不太会晕船。对啊，阿嬷是不是？阿嬷只会溃咖。他会跳，来一杯，起。好会，他全部都会，好丑，头到会，流汗，来，继续给你表演，真的哎，他真的学了，他真的都会，他没有跳错，他只是跳的不好看而已，他只是跳不好看，真的会，我练这个就为了这一集跳的，一拍。但是这个刚刚讲到香港嘛，他说什么都不用带。但是假如你是香港人的话，你会带上什么？我叫陈冠希，给我念一遍。
什么大圣点睛不见？差不多可以了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差不多差不多。你怎么没一起、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有一起。他怎么把自己弄跟神经病一样？怪怪的嘛。这小安老师一直奇怪了，真的是。来，继续聊，继续聊。来，法国的朋友一定会带什么呢？带乳酪制品。cheese 嘛，吃 cheese。其实我们不会，因为很麻烦。因为你要带 cheese 的话，那个带东西储过的柜子太严格了。然后有些 cheese 会坏掉，然后有些 cheese 你可以，有些 cheese 不行。所以我们不会太麻烦。可是我们有一个东西比护照重要，要带的就是止痛药，叫多利潘。哎、这个在法国没有一个法国人没有吃过那个药，真的假的？是啊，真的。如果你头痛，那你要吃；如果你要吃，什么痛都可以吗？啊，什么痛都可以吗？什么痛都可以，眼睛痛、心痛可以吗？心痛不是心痛比快乐更真实。然后最近我的表妹来台湾找我，然后我妈妈有这个就是我妈妈放在她的行李箱说啊，你要帮我给奶奶好吗？对，这个真的很有用，每一个法国人会带这个，哇，真的有用哎，哇，像我是不会带到药啦，但是你带什么？就普拿疼酸痛贴布。你不要植入好不好？李伟恒没有没有，真的啦，真的，因为有些时候真的，尤其是你，比如说有时候去日本，你走一整天，对对，或者是站很久排队什么的，你这腰贴一下，那不要先上桌子，你不知道自入吗？不用啦，来来，我们让开朗说说看好不好？现在我要推的介绍的是。各位，我们的亚洲的最大的错什么呢？就是去那个欧洲旅游或者是什么南美洲旅游的时候，我们都带什么呢？自己最好的包包，最贵的包包，最帅气的包包，这个大错。为什么？你去那个地方旅游观光，对不对？很多都是那个扒手啊，你遇到扒手，你知道吗？听说那个要拍照的时候，你把包包放在桌子上，哎，转身回来不见了，不见了，连桌子都不见了，桌子不知道在不在，反正那个包包、你的手机什么都不，那怎么办？我推大家好。黑色塑胶袋超级安全哦，黑色塑胶袋，你这个你的钱包什么意思？没有，今天带的有点大一点哈，但是各位哈，这黑色塑胶袋谁要带啊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没有行李箱没关系，你的行李箱没关系，你带一下这个黑色塑胶袋，哎，大衣哦，对啊，这边装。这边撞你的钱包啦，那边对不对？会破？不会了啦，很容易破，这样一弄就破了哎。而且，对啊，就啪就破了。对，而且关键就是你买那个名牌包没关系，你撞这里，没有人知道你买过名牌包，懂吗？这个有个好处，你在街上带这个东西带来带去，人家可能会丢钱给你。丢在这里才不是嘞，我还害怕有其他国家流浪汉跟你抢东西，真的抢你这个袋子，是不是？哎，今天开朗到目前为止方法都不怎么管用，还有什么直接通告？对啊，你到底有什么带什么东西？还另外一个你带的很 big shock 没有想过的东西哈。我们上飞机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皮肤干有没有？对不对？皮肤干有啦，有些女生会有这样，很注重在飞机上面一定要涂涂抹抹保养啊。保养，告诉大家，家里应该有那个隐形眼镜，这个对不对？可以啊，对对对。所以你前一天干嘛呢？就是把那个你的化妆品、保养品，对不对？如意就装一点点就。哦，对不对？不是一口，那一口有一哇，你都吃如意一匙啦，一汤匙的匙啊，一匙，嗯，一匙，然后装好，然后盖起来。对不对？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你喜欢美白，需要美白哈，就用美白的那个效果的，这个好用的，还好。对，然后呢，装好，所以你上飞机，大家都皮肤很干，就哦，好不舒服的时候，你今天要干嘛？你很优雅的这个拿出来，优雅拿出来，优雅拿出来，然后呢，打开就擦擦擦。这样其实蛮环保的，就不用再多买一些分装。可是你那个这个也太麻烦，这也太麻烦了吧？因为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现在都很适用包，没有大家要来嘛，装一点点啦。对呀，而且装太麻烦，你还要另外分装。对，柜姐她要给你试用包，你就带那个就好了。然后像我带的是泡。
抛弃式隐形眼镜，我还要去买那个隐形眼镜盒子，超麻烦。而且大家都要来嘛，因为我最近联名的那个喷的安瓶啊，就一瓶可以搞定。隐形眼镜的这个盖子，我觉得这 OK， 有些人可能会有时候你买隐形眼镜要附赠很多那个盒子，然后你都没得用，不会用到的话，我就可以拿来分装乳液，只是不要搞错就好了。你打开一抹。要注意啊，板子上还有说德国人要带内衣裤跟袜子，等下谁真的，我真的不夸张，因为有一次我出国，然后我就是忘记带内裤，那这几天我也没办法买新的内裤，因为旁边没有什么家店可以卖，所以我七天就自由自在的出，自由自在都不自由自在的，没有穿内裤出去，没有穿内裤。但是这个其实还好，最可怕的是拉链。哦，你拉链拉到自己啊，闪一下，会拉到是？对啊，很痛啊。真的很痛哎，那真的很痛哎。那你们通常被拉链拉到，会德语会讲什么？就很痛还是什么？像比如说那个美国的话，他们可能撞到东西就是。Oops， 对不对？不小心东西掉了，Oops， 对。那在台湾会讲，台湾可能撞到东西，哎呦喂啊，我们会讲。那德文会讲什么？我们直接骂脏话，我们就说 Leg mich doch am Arsch， 就是舔我的屁股，就是哦，直接骂脏话。所以这你们的脏话怎么那么长？好长，不爽快一点。就 Leg mich doch am Arsch， like kiss my ass。Let me do how much？ 好像一个咒语一样。对，哈利波特。OK。那像我出国的话，我一定会带一个非常实用的东西，就是一次性的被套、床套跟那个枕头。被套、床套。有这种东西哦。因为我以前就是年轻的时候，在当学生的时候出国去旅行啊，尤其比如说在乡下的地方，乡村，然后对乡村，然后就发现他们的卫生服务真的都很差。你一进房间，我记得我那时候去，对不起，我不好意思要讲那个南法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6月去，很闷热，一打开，然后就有一个很闷的、很臭的味道。哎呦！然后我就一坐上床哦，不夸张，就有湿湿的，然后一打开那个被子。然后下面那个床单全部都是有卷毛，还有卫生纸卷毛，不会是金色的吧？黄黄的，会不会很可怕？是啊，超级。所以我后来都带一次性的枕组，就可以稍微阻绝开来。然后这个是好像是不织布的，对啊，对。所以其实就不会担心，就基本上你就可以不用太 care， 因为有些人有洁癖，或者有些人过敏或干嘛的，你就可以试用这个来阻隔一下。哎，这是床单的，这是床单，好像试试看，试试看。2.5公分，2.5公尺。好，完了我躺着是不是？啊，如果当棉被的话，因为我腿蛮长的。不是，我们这样看它有多长，是不是可以够用？是不是够用？哦，是这样子的意思。哦，蛮长的，蛮长的，超长。那个脚是抖不下，够，太奇怪了，这么奇怪，怪着呀。我们想要蹲下来看一下，等一下，走弯了，走弯了。老师不要下这种音乐。哎，这蛮好用的，对，蛮好用，蛮好用，蛮好用 ，OK 啊，如果你杀人的话，好推荐，好推荐，对 ，OK。那么刚刚除了排行榜之外呢，还有另外一个关于日本的排行榜，来看看，日本人旅行时必须带的第三名是即食味噌汤，第二名是拖鞋，而第一名就是湿纸巾。
金。对对对对，全部都对的，是吗？第一个味噌汤，那个也是刚刚那个明川老师说的一样，就是那个家乡味热热要回味一下，而且那个加开水就可以喝嘛，所以就要带。然后拖鞋的话，很多人比较远距离的那个飞机的话，就我们很喜欢换鞋子，然后换那个比较舒服的鞋子，所以就是要穿拖鞋的意思。对，那个第一名的湿纸巾，除了一般的那个擦手的，一般那个什么杀菌的、啊，或者是那种像擦小孩用的那种那个擦屁屁的，对对，擦屁屁的婴儿用的那一种。因为日本很习惯用那个免洗马桶嘛，所以我们去国外的时候，第一个文化差异就是没有免洗马桶。对，所以这样子很不舒服，很不习惯，所以就要一定要带这样子。这个是真的，因为我日本的朋友就是都要每次拿出来是排开来各式各样的哦，有擦脸的、擦头发的、擦身体的、擦屁股的、擦手的，就是每个都不一样。对，擦身体的也是大家都会带，对，就是有带那个香味的那个。对对对对对，或者是什么夏天你擦了之后会凉凉的，哦，对的。但是他那个他是不是擦屁屁的也有比较特殊的吧？如果说那种有酒精的，可能就不能擦屁屁，对，不能会辣，对，会辣，会很辣，又吃麻辣锅，对。叫他又拿出一桶，对，又擦到了，对啊，出口那边会，会啊。但是比如说，哎，还有一种什么叫你们女生穿的那种压力裤、压力袜啊，对，那个也会。今天我要介绍的是这两个东西，哎呦，塑身的裤子，一整天穿这个的话。穿衣服的时候也是线条很美，而且这样子的话不怕水肿，而且腰部也比较固定的，所以就真的很好用。这跟我这个是不是一样？你已经有穿了，你这是泳裤吗？味道不一样，比较松，这个比较紧，这个比较紧一点，对，这样才有效果，因为有一个压力嘛。哦，日本在这个就是设计发明压力裤，我真的觉得很厉害。因为我之前曾经买过一个是男生的，然后四角裤，它就是真的穿了它走路走一整天，脚不会酸，不会酸，屁股也不会酸，因为它就是有一些什么在腿部有 X 支撑，在屁股的地方你推上去等等，真的不会酸哦，好厉害哦，好特别哦，哎，你穿出来，你在干嘛？你穿得上去吗？而且对啊，小百合有答应你真的穿吗？是小百合的，你居然在公节目上面公然的穿小百合的压力裤，这压力我们在聊天，你在我想说就是穿的犯罪现场哎。那你先穿着这样就好。我有另外一个要推荐的是，还有压力袜子，现在日本有出很多种压力袜，对，哦，这样子要干嘛？嗯，对，这个是你看这里有一个包，所以是这样，我想摸摸看。软软的哦，软软的，哇！所以你那个看起来好舒服哦，就会有沉重，自然的被按到那个穴道，穴道就给按穴道，然后这边的话就有这个压力，压力，然后每一个部位就不一样的那个压力的度哦，所以就压力的程度会不一样，对，所以脚也不会酸。对，即便你另外一只脚啊穿高跟的也不会酸吗？来试试看，走一下看看。太奇怪了，这个是什么？太怪什么画面了？也不会酸哦。对，这种有一种一下在二楼，一下在一楼，一下在二楼，一下在一楼。楼层有点，有点高。也不会酸呢，可以，不怕累，好神奇哦。真的，日本人真的最厉害的地方就在这，他们就是先发明各种让脚不舒服的鞋子，再发明各种让脚舒服的东西。真的。set 对不对？很贴心，他们的鞋子有的就超厉害、超高的，然后超不符合人体工学的，然后你任何比如裤子很憋的，
但同时你到药妆店，它有各种舒缓你的，你是脚趾头不舒服的有脚趾头的，你是脚底不舒服的脚底的，有小腿的是小腿的，脚踝是脚踝的。对哦，哎，它还有很多鞋，就是鞋子哦，就很好看，但会让你拇指外翻。对，然后你再到药妆店，它有矫正拇指外翻，对，那个矫正器，没错，通通都有，这个很棒哎，我想到。但是就是刚刚讨论都是各个国家的朋友们，你们出国会带什么东西？那你们台湾呢？台湾的朋友，你们都会带些什么？我是一定会带这个，它是啥？它就是一台这样子的机器。然后呢，它就是这样小小台的，然后它可以这样打开来，完了之后呢，它是一个迷你顺热饮水机。饮水机，饮水机，你只要把这样子的这种宝特瓶插上去，然后你这样插上去完了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打开来。它就是可以直接打开，然后它可以调整你要的温度，你可以有45、60、70，有这种东西。对，然后呢，它就可以出水，顺热的，瞬间加热，瞬间加热。比如说，你看，像我带小孩出去泡牛奶，我要给他泡奶，是不是？它一定要70度。对。那如果我今天只是带一个保温瓶出去，我不知道它现在的温度有没有到70，那我不可能用很烫的水去泡它，对不对？但又不能不带热水，你就只要带这一瓶，甚至你要吃泡面。对。那饭店有些的那个热水瓶其实很脏，不敢用。对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有人说里面什么煮内裤什么鬼的，没有人在洗，他没有在清洗。对啊，对，杀菌啊，那个是排名第一名最脏的东西，所以不能用那。然后所以这一台就是很轻巧，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像这样子，这种宝特瓶直接放上去，只要是饮用水放上去，它就可以直接出来你要的温度。然后呢，如果你是大桶的桶装水，它有附一个管子，你可以把那管子放到那个桶装水里面，所以你要用多少水，你用多少水，它就是你要的温度，它就可以直接这样出来。好聪明，就很聪明。然后所以你出去的时候只要带一瓶常温水就可以，是很方便。开朗有没有看到人家带来这种真的有用？这种东西哈，不要随便放，好不好？哎，一定要用黑色塑料，不要带黑色塑料，不行啦，听我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奇遇呢要来给我们推荐一下这个呢，就是我在埃及就跟我朋友逛，然后就逛到一区好像在卖精油的，然后我们就在选适合自己的精油，然后他选的方式很特别，就有很多种，那你要闻，然后你的手指要这样子，这样子。然后你闻，然后如果他手指就是很轻易的两，他你的朋友可以帮你这样掰开，很轻易可以掰开，那就不是你命定的味道。然后如果你就是这样，然后你闻到那个味道，然后你的手就轻抹它，但很难掰开，然后这就是代表说它很适合你，会让你的磁场跟力量增强，这样是吗？对，这怎么听起来有点开玩笑？然后我就选就闻，是强力胶还是什么？不是，它真的会，你会真的就是你还是这样随意的这样摆放，但是你闻到那个味道，你就会觉得哎。好像真的是很难掰开，然后我就选到这个，你看它上面还有那个埃及的图案，然后那个贩售员跟我说，这个呢是爱神的意思，爱神，对，他说叫我千万不要乱用，他说因为就涂了这个，就是别人都会想争抢你，会爱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们都需要，他还没讲完，对，然后就换，我后来没有，就我真的就是去埃及的时候就有涂，在后面行程就有涂，哇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很神奇，我在埃及在走在路上，然后呢就超多人找我拍照，然后还有人带着婴儿哦，然后就说希望能够赐福跟他什么之类，就很像变得很就是万人迷，还有人追着我的那个车子一路跟随跑，然后还拍我的窗户，哎。天哪，超夸张，超夸张！其实我也想知道，就他们追着你的时候是正常的状态吗？还是他们有一点？对对对，是正常的，是哪一种状态？正常的，不是像刚刚那怪怪的，不是。大概是什么样的香味？对，我觉得它的味道我们可以闻吧，对对对，单纯闻，我们单纯闻怎么样？我可以滴吗？你滴？不是，因为他刚刚有讲说那个味道是又属于他的，如果用在别人身上不一定有用。对，那你闻呢，会不会就爱上他了？哎，不然你现在用在你身上，然后天哥在，我在去闻，天哥出发，好香哎，天哥快点，有闻到味道啊。
要靠近才会闻闻看呐、啊。它不算是一个超香，但它搞不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味道。你等一下会跟他回家哦。哎，闻到哎，好香哦，有，但是它也有一点点，好像有很神秘、很神秘的味道。很神秘，有一点就是好像平常不会闻到的味道，很神秘的味道，就是它不是一般常闻到的味道。怎么样？有爱情的滋味吗？有没有？怎么有？没有遇到是不是？有没有爱情的感觉？我好像觉得还好，对，还好，有点痱子粉的味道，对，怎么有一点阿嬷味？对对对，你们是怎样啦？不然不是很香吗？仔细闻有一点点淡淡的长辈味，长辈味吗？见差吗？因为有可能每个人的味道会不太一样，因为那个体温的关，我觉得的关系。对啊，你擦一下也好，因为说不定这也是命定。我觉得搞不好你就分半罐走。也是你的味道，对啊。Ken 跟我闻看 ，Love， 你真的很讨厌呢。开玩笑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很好闻啊，我觉得还蛮好闻的。你有房子？你在笑什么？你来看戏的，你我在工作。你知道我每无时无刻都在想说要怎么样把大家逗笑吗？奇怪，可是我有一个吻替。其实本来就是漂亮的女生啊。对，可是我有一个吻替，她不一定是那个味道。那个吻替是你要出国一定要要带的东西。为什么你要出国一定要带这个呢？你想要照外国男生的味道吗？艳遇啊！艳遇啊！艳遇哦，他是外在外国的艳遇，简称外遇。无时无刻都要动脑，把大家逗笑，你懂不懂？你明明都是在那边玩，你这是讲错了，你哦。奇遇，你说对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带这个，对啦，你说没错，就是外遇。对啊，没有，就是交交朋友嘛。那贾斯汀带的东西就不是这种东西，不是这一类，不是这种东西，对啊，不会爱上别人，但会爱让你爱上自己。哦，这个东西是我的宝贝，我到哪里，我这次回去美国啊，我去泰国，我一定会把它放在我的行箱里面。它是一个吊环，吊环，哎呦，吊环，色色的东西吗？哇，不是色，不要哪里，不是你玩放在哪里，色色的。你有玩过什么？你有玩过什么色色的东西是吊环吗？对，吊什么？我也蛮好奇的。没有，吊什么？有，但是它那个长什么样子？对，我们没有看过。吊在哪里？一个环，然后可以把它吊起来。等一下，你吊莫名其妙，为什么要考我？讲到一个点就好了，还要考我，我还要再想一个让大家笑。那怎么吊？买门票了没有？哎，你回去继续讲，回去吊环嘛。对，你只要有吊环，你在哪里？只要有一棵树。或是一棵树，一棵树很难，很难，很难的。你住在哪里？没有啊，路边有树啊，没有，或是一个杆子，一个 pole， 一个梁，一个梁，一个梁，梁，你就可以用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是吊上去。我在美国用的时候啊，很奇怪的人，对，所以你看，你只要在外面找到一个梁子，或是树根、树枝，跟你的拳头差不多一样粗，哎呦，你这样可以整个就可以玩这个东西，厉害，看起来好玩，对不对？强哦，有没有看起来好玩？可是我很担心树会断掉，哎，不会，所以你只要跟你的拳头一样粗，你就可以撑得住你的哦，真的，身体重，看起来好玩吗？没有，就是还蛮累的啊。会不会想？但是的确是可以这样健身。对，会不会想试试看？会不会想试试看？今天有带来吗？我今天有带来，我已经爬上去把它吊好了。什么？啊？哎，真的？哎，停下！哎，真的有哎。这上面我们工作人员在猫道上面，辛苦你们了，辛苦你们了。太认真了啦，你们！而且它不是死死的一个运动工具，它很多变种。你看，你可以两个吊环，你可以单一个，你也可以直用绳子。可以示范吗？对，拜托示范一下。示范一下，可以吗？这怎么弄？会吗？真的可以吗？可以哈。哎，那我先试试范，示范这个有吊环的，有吊环的，嗯，来，哎，啊，其实一个运动很简单啦，就是这个pull ups。Pull-ups，
你要长，你要近的还是 Y 宽的？啊，就可以再加一个。我先做一个景，莫名其妙，我麦克风还要这样设。到处都可以用啊，比如说你要做一个单手的，你要练单手的力量。哇，这个核心要很强。哇哇，好难哦，核心要强。K哥，你练这个会练到核心。K哥，双手啦，我在吃瓜。双手。上得去吗？上去啊！你在装。其实你不想运动也可以用它拉筋。哦！再给你可以玩的，有练到，再来，有，哎呦，双手的，双手的怎么弄？哎呦，哇！哎呦，哎呦，哇！转后面，他真的整个这样翻过来了，你真的可以哎，他柔软度很好哎，核心很稳哎，好强哦！吴尊。你到底买门票了没有？我都在办别的，你想在旁边看啊？换你啊，这把差不多了。来，打得到吗？这把差不多，什么态度？打吗？蔡哥，嘿，酸吧，超酸的。那你可以，这手指很酸。你可以，这个我一定可以的嘛，那就不要。哦 ，Ken 哥，很简单啊。哇，真的好吗？哇！因为那核心你要瞬间变很用力才行，这很难。哎，怎么样？你也想试试看？对，信呀！哎，帮他一下，帮他！哎，对不对？是甩上去啊？也是啊，可以啊，可是怕你走光啊。不会吗？哇！会走光，会走光，小心，灯要掉下来了，那个上面有灯，弄到灯不行啊。好难哦，好难哦。你看这个，你也不应该不用花多少钱就可以买到了，对不对？它不会很贵吧？这个我买了一个 set， 好，在网上可以网上，我在网络上买一个 set， 然后这个吊环是差不多800到1200。台币吧，台币啊 ，OK 啦。而且它不只是在练那个拉上来什么，你可以练你的背啊，可以练腹肌，什么都练得到。对，对，蛮好的。嗯，但这个核心就要很强。你还在喘？没有，它会练你的核心。我哪有喘？这怎么可能？可以啦，那弄瞬间一下下还可以啦。啊，什么东西？累了，没有累啊，怎么可能？凯恩，你一定要介绍东西的。啊，我本来想要讲一段话的。啊，那你来介绍吧。既然你要介绍的话，继续讲啊。来，你说说看。对，我也要介绍一个东西，就是这个外套。哎，对，就这件外套。外套怎么了？黑色的外套啊。这件外套是我坐飞机一定会带上的外套。对，它是一般的外套嘛，但是它这边有一个，洞，洞，对，有什么特别的吗？打气一下啊，吹气，吹气呀，哦，跟那个救生衣很像，对，就变成一个颈枕的哦，好像很不错哎，睡觉太好了，再不然就在另外再带一个枕头，如果觉得很亮的话，也可以用这个遮住。
盖起来这样。哎，好棒哦！这变颜色，这个可以，这可以耶，这个比乐色小好多了，而且这个做起来。它如果有黑色的话，会很帅。这个比例这也可以吗？也可以吗？哦，也可以啊。开朗也可以吗？整个躺在上面啊啊，整个躺在上面也可以，也可以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为什么？流浪汉，流浪汉，最多烂透了，硬要介绍他的黑色塑胶袋，糟糕了。哎，大家在这个旅行的时候，有没有曾经忘记带过什么，造成了什么悲剧？来，我的悲剧是护垫啊，不是护照不见了，护照啦，吓一跳，吓一跳。对对，不见啦，那是是在哪一个地方？就是搭飞机去台北，幸好是台北哦，在台北这个表格，然后发现哎，护照在哪里？找不到，然后一落地以后，他立刻就 deport， 然后就立刻要回去香港，啊，没有办法入境啊，没办法入境这样子，对对对。然后我回家找一下，因为也去报警什么了，但是回家找一下，原来就是在行李最外面的一个。哎呀，这种最讨厌了，太紧张，过海关什么，你拿很多东西出来就赶快跑，赶快跑，因为下后面有人，你就全部乱塞乱塞啊！哇，那时候是菜鸟了，就是不懂这些，就乱塞，搞到不见了，然后以为不见，所以就一定要很小心，什么都护垫都可以不见，那护照不用不见。我有个小常识，如果说你回来的时候你在桃园机场，哎，你的护照确定要交吗？你要教大家，该不会说要黑色塑胶袋装装你的护照是吗？没有没有，说你入境的时候你的护照不见了的时候不要紧张，就是说你可以入境，虽然你没有护照，因为政府觉得啊你已经我们的这边的人民哈，那你可以入境的这个情况是 OK 的，所以你入境之后再重新办护照是可以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一个台湾人他从比如说美国飞到台湾，国外回来 ，OK， 对对对，然后但是他后来发现说他落地的时候发现他护照不见了，他还是可以直接入境，他入境完了以后再去办护照。哦，那如果就是个外国人就不行，但是外国人就不行，香港人就不行，台湾人出国不行，台湾人回家嘛，对对对，我也是可以回香港，因为有个身份证啊，也是用不是用护照，对啊，所以开朗等于讲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，对啊。对对对，其实是这样，躲回去，躲回去，对啊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啊，小朋友不要学哦，因为那个塑胶袋是有破洞的，所以它可以呼吸，没有问题的，可以，所以对，这样比较，终于找到它正确的用法，就是装垃圾，蛮温暖的，蛮棒，今天谢谢大家分享。我们在52台被撤照，我们在 YT 被限流、被黄标，我们在脸书被检举、被降触及，我们全都遇到过。但是我们不放弃，让真相被听见、被看见。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 App， 这里永远不断线，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因为这个 App 非常贴心，中天的新闻、直播、节目全都在里面，一次满足。